things, do you? No, I mean. No! 渐渐被这一爪子扎的差点尿出来，但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渐渐也不装了。他拿出朋友的照片说，的确是自己需要狼叔的帮忙。至于时间管理局能不能帮狼叔弥补过错，渐渐确实不确定，但他确定的是可以帮狼叔一起努力。One more word. Please give me one. 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看需要指引。这是史诗二。这把 CP 阵容哎，猴子打野，四个 AP 只能去搬下路。全军出击！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。那队友走就好了，我去单开就好了。他们应该走了，这把的话呢，得稍微多搬下路才行。上单吸血鬼带的是疾跑的，不太好去争怼。我们这一把的话就正常刷下去，第一波有机会搬下就搬下。对面这一把的话是三 AP 两 AT， 这把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下半肉，有钱做经济的话，我们就早点把那个收益面具做一下。一的范围可以一的话，我教教你啊。这边的话，点开自己的选项，打开自己的设置，看到没有？然后点这个游戏，游戏点完之后往下拉，将技能施法目标在最大距离内点亮就好了。点亮这个。点亮这个就可以在最远距离一的。这个的话是 BUG 的，到时候肯定要修复，下个版本应该会修复的。这不往下赶 ，ADC 没有屏障了，咱们可以绕一下，这不已经被看到了。先 A 两下，人前给一技能，配合垂直勾。回到这把专门更新一下，赶紧往上一去走。哎，这个怎么会自动动一下？我给个眼。享用我的毒液吧！因为你不玩蜘蛛的，不玩蜘蛛，你肯定不知道点亮这个有什么用的。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玩蜘蛛出现了这个问题，你们不玩蜘蛛就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是属于蜘蛛的 BUG。 去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和血，把和血打完之后的话呢，这边猴子来了，但我们等级比他高的，这是假猴，我们一刀，他带是雷霆，没带黑暗收割，但中单不见的，把血瓶吃一下。进巢，他卡了视野，再把核心打一下。蜘蛛现在没什么 BUG 的 ，BUG 几乎已经被全体修复。好，这波可以往中靠一下。我们的一拳可以让他显形，他躲在那个烟雾弹里面是没用的，只要 A 他一下。好，这是往前走，这是给一拳，烟雾弹没用的。漂亮，然后再把核心打一下。猴子的话要跟我们打，我们可以跟他打，直接给一拳。A 两拳，我们拉开距离，等他放 W， 他不放我。好，这是放 W 了，我们 A 他就好了，往后走。等下个 AQ 带走，他闪现我们就依他身上，再把核心打一下。没有什么
熟人不来的话能打过的。猴子带的是一个，猴子带的是一个雷霆的，他没有带征服的，带征服的我打不过他，带雷霆的话他只能触发一次的，我第二套技能好 他就得死了。我就算杀不了他，他也杀不了我的，我故意往这边带，有两个地方可以跑，一个是那个，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跑，一个是这个留了一手青蛙跑路的，我只需要往这个地方带，我遇到他我打不过我就往这边走，他闪现一我就依这个地方跑，或者是依这个地方跑都可以的，两边都有果实的。蜘蛛型的翼的话，现在距离变长，多加了100厘米。得往上靠一下，我们家上头是有大招的，得把兵线先垫死，先给一猴子，别让他 W 过来。可惜的，先直接追着 A 就好了，老一到最远的距离增加伤害。接着话把这波线带过去，带过线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去打一下草丛了。100码啊！100厘米跟100码有什么区别吗？什么也没有。这边红蛮就有了，看这边石红还在不在，在的话我们可以收一下。这波我们可以再抓一波上路，还差300金币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无用大棒。他跑不掉了，再慢慢往前追，不用放技能的，这是可以放 E。 好，他往上走，那我们可以追着 A 就好了，他如果往下走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人前 E 到他一套秒回家，刚好可以做用大半。第一件装备的话我们做影焰，往下赶，粉丝见面会以后会经常给你们搞的，主要是现在晚上直播没办法搞粉丝见面会，搞到最后特别累。往下走，下走的话呢，他们家辅助要怪做野，没做野的话我们直接过去就好了，先杀这边辅助，辅助是没有位移的，他们如果 ADC 帮他打，我们就把 ADC 秒了，这边不用管 ADC 的，先给眼继续追就好了。往前走，等下 Q， 因为我们 Q 完之后还是可以再继续 A 的，他这是禁锢不是眩晕，禁锢的话你可以在里面放技能，像我们这个眩晕是放不了技能的。阿克丽的话可以再抓一下，不急，直接闪就好了。好，选择一他身上，猴子不在的，他只有开大刀跑。这时候给一剑中，他们家红还在，但是我们还小心猴子在附近。这是假猴的，先一起来，等一下猪先 Q 好。
这波千万不能急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很着急下来跟他站撸，没用的，我们要等 QCD 好的。这猴子英雄有点猛啊，我这么好的装备打他都差点没打过，还要靠这么细节。就这样，什么好几年，就七月好吗？2024年七月的时候，就情人节那一天的时候，情人节是几号去了？我给忘记了，反正七月几号去了，我给忘了。我都不用过那种节日的，七月七号，七夕，七月二十七号还是十七号？就不让他走就好了，这是真的，他应该是打不下来，没有打不好。曹操拿掉，老王曹操的话，等那个小龙刷新。上路的话呢，十级。对啊，上次跟六七个女粉丝见面，有三四个男粉，几个男粉不太记得了，应该是六七个女粉吧。反正我记得我准备了13、13份左右的礼物。是吗？都要有小孩子的，我的天哪，都他们都是大人了，就大人才可以生小孩。先 Q 一下，不急，假装一这个，但实际上是上后面的，是，好，等个黑暗收个 AQ 带走，小猪咬死了。直接走就好了，这可以让他显形的，以前不行的。回家了，把这边峡谷拿一下。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我发现调到这个 E 之后，我的 E 技能命中率很高啊，真的。他老是会往前走一步再翻 E， 真的。
感觉可以推掉了。你不会撞塔吧？你看这个近的大招就不能让别人显形，我们就可以，可以撞死他。先 QQ 带走，先给异形预判一下 ，Q 一下远程平 Q， 我闪现先拉开一下，先 Q 拉一下距离，等下 Q 收尾。我的天哪，有点变态啊！这个E的话呢，想要改的话，在游戏设置里面改。等一下，我教一下你们。我把这个龙拿一下，先拿完对面野区，然后打小龙。小龙打完之后，等大龙刷新结束比赛。你看啊，打开自己的选项，打开自己的热键，看到没有？你点开就这样子的，右上左上角打开自己的选项，先吸点血，惩戒回血。所以我们先 Q 一下 A 一下直接带走，先一起还不起的，这个血鬼山有点高啊。打开自己的选项，然后点游戏，游戏往下带，然后将这个勾上就好了。本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将技能施法目标位置限定在最大距离，点一下勾，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。 BUG 的话呢，你看如果说你不勾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，就是你的E技能啊，对不对？它是没有办法直接放出来的，必须要在指针里面，它要在指针范围内才能放出来。就跟你打，你看这个E的范围，对不对？它必须要在这E鼠标要放在这个E的范围里面才能放出来。你看啊，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敌方英雄在这里啊，比如像敌方英雄在这个地方，我如果说E的距离够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说对着他翻E，我肯定是这样子翻E的，他就会往前走。他必须要这个E的范围距离够，他才能把这个E放出去，理解这个道理吧？不知道我解析错了没有。但是你勾上之后的话，你就可以比如像哎，别人在这里，你看啊，别人在这个地方，那我想预判他走位，我肯定放在脚下，我直接放就好了，就不需要往前走了。等大王刷新了，哇，这山好高啊，坏了，出大事了。这修鬼怎么有风暴狂用加影焰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要闯祸了这一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完了完了，我闯祸了这一把。他们好像都在冲魔抗了。我下次没把睡眠去做一下，先直接大家好了，先移到天上，第二就是我们的 AQ， 往后先走。卡他视野，给一技能直接走就好了。加移速，再加移速，进草别急。他就没了，他没有 EQ 了。点灯笼先走，
跑这边给 AQ 一下，把这倒拿一下。阿克提斯下路的不用担心，然后这个大王就把红拿一下，一三就直接一直好了。不是，这我都打不死他。哇，他为什么一 Q 回半血啊？有点夸张了，我以为他必死了，我还直接选择一他身上呢。他一个 Q 技能回了半血，他刚残血的，我已经结果我一个蜘蛛前 Q 好了，结果他 Q 不死了。把赤焰面具做一下，做完赤焰面具之后，我们再去补那个金身了。赤焰面具的话，它也是法穿的，有30%法穿效果，它可以降低周围的人的一个魔抗，它直接可以减免魔抗的。我没有做虚空之战，因为我们做虚空之战太脆了，那我就选择把这个赤焰面具做一下，然后增加一点血量的同时，增加自己的容错率。而且我们这边是三 AP 的，上单对吧？然后中单打野全是 AP。下个装备的话，我们再选择去出金身啊，增加自己的一个就是护甲，要就出面具，增加自己的持续伤害。我们先贴墙一下，不急，先给一技能卡视野，把这个龙拿一下吧。拿完龙之后，我们可以推下路。得团。先 Q 一下，不急。慢慢往前追就好了。先 Q 一下，打不死他的。一起还不急的，要去点灯笼先走。有猴子在附近，推塔，得注意一下这个猴子进场。这不得监测一下，下个装备的话我们就出面具去撑一下血量，面具的话有300滴血加一个持续伤害。重伤没啥用的，重伤因为蜘蛛的话呢，它触发重伤频率会比较低，它技能都是单体伤害，不是 AOE 的，而且你技能都得丢到一个人身上，所以说重伤收益太低了。重伤可以让队友去出，而我们就不出这个装备了。虽然对面有吸血鬼回血，有猴子回血，猴子的话呢做的是这个贪欲的，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重伤收益太低了。我们先收这边的一个就是和解，收完和解跟队友加团，来直接过去，熟人死掉的，先选择这一剑起手，先 Q 一下远程屏的 Q 一下，小猪咬就好了。那我们继续往后走，先吸点血。这深渊面具是有距离的，就比如说你要在距离里面，它才会减别人的一个抗性。跟人前 Q 距离是一样的，就预判他E，把 QQ 带走，一他身上不及直接就好了。
我们先吸点血，蜘蛛每一个平野都是可以回复的，都是有回血效果的。我们得先撤一下，去不了得走。回家刚好把这个金身，把这个面具做一下。面具的话，撑一下血量，撑一下血量跟持续伤害。因为面具可以给你提供6%的一个就是增伤效果，只要你在打架，然后再配上一个就是还可以触发一个6%的最大生命值。我们蜘蛛前 Q 也是一样的。对，就是开金身的时候小猪会追着咬的，因为你本体金身了，小蜘蛛的话呢，它你在攻击谁它就会咬谁。觉得金身的话也是一个输出装备，不像巫妖之祸，不像女王面纱是纯防御装。它的话呢移速在400，我们家里面应该那个火球没有太多的，我们等一下这个不急往前追就好了。小龙马上就刷新了，来把小龙打一下。蜘蛛线可以一闪的，只要是深渊面具能捡这个魔抗就好了，捡野怪的魔抗就好了，但捡不了。那都一起团吧。哇塞 ，EQ 八暗血，他有虚空之杖的。像他这个出装的话，相当于我就等于你魔抗了。就是这个魔抗就没什么用。结果我这一剑就放不了。